一直跑不出那个洞。哎，卡爪。老板，一大早的，好累哦。我们现在又跑到哪里？我们特地来到台南。台南？我们今天早上不是还在台中吗？对啊，来到这边。元雄 K 八乐园。元董啊。哦，元董。元董。元董 K 八乐园。我们来看看这边有什么特别的，好不好？最近 K 八流量。对啊，好像很红。它这边是全台最多 K 八60台。看有什么东西可以打。好，那我们进去看看。我现在在犹豫要不要进去。啊，不然走啊。因为我怕我打太多，等一下不知道怎么拿回去。那走啊，回家了。我们先换个1000的。1000块够吗？够了啦。我怕你1000连一样都打不出啊。怎么可能？这么有自信哦。我们先从简单的开始。不是直接从难的开始挑战。卡皮巴。又是卡皮巴。到底要抓几只卡皮巴拉？试试看，这好像比昨天我们好像更斜一点，打的还要斜，好像更斜了一点。哦，2点多拍。哦，捏他鼻涕，他跟你很像哎，哪里像？因为他也流鼻涕，你今天一直流鼻涕，感冒了。是不是你没包到？还是我回去昨天那一件打？是不是该跑了？网友会说你没抓到，是这样哦、喔。刚那样叫做没抓到，那什么叫做有抓到？哎、欸，啊、为什么又忽然有力了？我怎么知道？还是刚才有扣到什么点？我头好痛。哦，他的大卡声捏得起来吗？哦，机会跑掉了，换一台。早叫你要跑。他的卡皮巴太重，太胖了。跟你现在一样，是不是？这个射筒好打吗？打这个射筒干嘛啦？你要打就打旁边这个吧，这个比较好啊。这要装什么啦？哦，很有力的。跟刚才那台差很多。请问你打垃圾桶要干嘛？家里缺一个垃圾桶。那你后面要不要打？哦哦，嘣嘣嘣嘣嘣，这样有挡好吗？有啦。哦。有啊，要来了吗？哇，大边呢，长得越来越漂亮喽，挡好挡满。昨天有网友说，打台不是只有在那边甩甩甩、抓抓抓而已，要会补位。哇，没办法吸啊。哦，哇，前面都没有球了。什么意思？你这个会不会掉下来？有机会吗？不会，不会。那你这样挥手了，欢迎他。你确定你1000块打得到一样吗？哎呦！哦，快上来了哦！机会来了吗？哇！哇！可是他好丑。你可以告诉我他那只？哎哎哎哎，那一只是什么？巧虎啊，巧虎长那样，对啊，他不玩了，小朋友都要哭了，
真的是长得蛮丑，还是我们走了？我们去找一点比较好看、比较可爱的，好不好？好啊。好，你还丑。哇！好，快跑，快跑，快跑！怎么办？我没有东西打出来。我们现在要想办法打出一个东西。你要打什么啦？电火锅。打这干嘛啦？你可以打一些比较轻的，再带回去很重哎、欸。不会啊。好，等一下你扛哦、喔。你负责扛回台北哦、喔。哦，没有，我今天有借口，因为我感冒。那、啊、不如我们现在不要拍了，回台北。你觉得如何？不行啊。哦。要来了吗？要来了吗？破螃蟹，甩得到吗？哎呦哎、欸，哇，没夹到。哇，再试试看。你1000块是不是快花完了？观众就想看我们什么都打不到了，这样才能证明我们真的是在突袭的。哇，怎么办？跳一下，我们看我们打得出什么东西。皮球可以吧？2点多，这个应该比较简单了吧？没有挡板的。确定的，你要拉的是到前面来。哦，窄边搞不好有机会哦。窄边会糊吗？窄边要在。深一点，有了吧？哎、哦欸，老板，老板，多了一个美女，出了一个美女，哎、欸，怎么办？赚烂呢？可以哦，赚烂哦，带回家，我削烂哦。家里缺一只电风扇，是吗？你家怎么听起来好像什么都缺？对啊，没有 Switch， 没有车，没有 PS5， 没有电风扇。没关系啊，现在有夹到一个正妹啊。家徒四壁，很有力哦。直接一门，哦，够薄，哦，很薄、啊，真的很薄，把它扛住了。拉过来一点。他应该要站着才会有机会。哦，挡来了吗？不要再不挡了。来了吗？这样算挡好吗？有啦有，直接一枪。哦，啊哦，好扛，好猛哦！你看那个。爪子好、哦，我真的觉得 K 爸只要有开爪力的，真的很猛。有机水，捏宝。等一下，你刚才那个转过来真的嚣张什么？你转过来好嚣张。哦，他满车了，可以看得到他们东西蛮多种的，蛮特别。这个夹到了，好大只啊！那个热身完了，我们来打那个野兽国。这个没挡板，应该可以试试看。1投20，啊，保夹多少？保夹没看。哦，保夹3980。哇，很有力耶！我觉得后旁拉近后旁的机会，本集最高潮就是这个要出货嘛，希望啊，还是吃饱，观众应该会在下面叫啊，吃饱吃饱，哇，要换钱，不是啊，你看像这个只有一盒，
网友说你只会拉甩甩甩抓抓抓，啊不甩甩甩抓抓抓怎么出？夹那个球来挡啊，夹球来挡是不是？对啊，然后补位出这样。对啊，网友在讲的话要听，懂不懂？哦，等一下他到正门的时候，记得去侧门夹球来挡位，知道吗？哦，哦，哦，后面那一抓有薄哎。其实这个要习惯一下它那个摔，澳门就很难习惯，我们台北又没有这个，目前呢、啊，我们没打过。稍微抓一下台性。有啊，他后旁稍微放。怎样啊？怎样？什么意思？运气啊。运什么气？是要放屁了是不是？出绝招啊。有没有一种可能，就是即使你全包，他就会往前带？全包是不是？会不会有这种可能？试试看。哇、哦，你很厉害呢，归来前面又吸去后面。网友说的，好像是真的哎。球抓来挡。对啊。我觉得你先全包吧，刚才看那个全包好像可以稍微往前带一点点。这样子。好像拉不进了，对不对？哦，这样子可以吗？这样怎么办？这样你会不会撞到他就把他推下去了？试试看，有没有？我就跟你说，什么？他跳起来太高了。什么？糟糕！拉过来一点。现在刚好有一个位置，然后看会不会后梁左，应该才有机会。你要先拉来正门啊！正门是吧？对啊，我觉得来正门才有机会。哦，这样可以吗？我觉得有机会。啊，扣了一点，可惜。那算他那个爪位，后两爪。哦。哎呦，后两爪。哎呦，但那个超薄哎，如果扶起来就有机会。后两爪没有那么简单。你又把它推远了啊！扛住了，超扛的。哎呦，有拖有拖。哇，站着站着比较不好入爪，对不对？找不到后两爪的位置。糟糕，上来是要吃饱了，差多少？一百多而已。一百多。哎呀，饱了，饱了，可惜呀、啊，那个洞，一直爬不出那个洞。哎，卡爪、啊！吼、哦，好大声！好，吃饱了就一般人不能尝试啊，要高手来，而且还有运气，因为球池的
不稳定因素太多了。对啊，我觉得可能是我挑到特别难打的台子。这边还有几台，我们来试试看。就是刚好挑到比较难打的，然后又刚好身体没有那么好，感冒。像这个基本上都要拉前枪才有机会，没有拉到前枪都没有机会。好，太有趣了，不急，我还是去打那个无限枪位。糟糕了，人家等一下又要说全国前二十的技术也不过如此而已。我最强的时候已经也是四年前的事情了，那也没办法。退步，哦，退步很正常吧？来吧。薄的后方建议门试试看。啊，可惜撞玻璃。哎呦，哎呦，掉下去了。老板加油啊，回血一下。哇，嘣，这个机会飞走了。我跟你讲，那个这一台哦，如果没有好的位置，你干脆直接让它丢啊。对啊，你那慢慢吸也不是办法，一头二十很凶哎。哎呀，变成螃蟹了，那、啊、这怎么办？这个让它丢吗？想办法。哦，有吗？我靠！哇，可惜耶！哎，机会要来了吗？还是没有我们想的那么简单。真的，它毕竟是高单价的。啊，有点厚，可惜。我问你哦、喔，嗯，那、啊、后两种会丢，这台要怎么出？那就线上挖挖机大师可以教一下，捏边、捏薄、捏角。哦，可以啦，要像刚才那么薄。重伤了吗？丢一个重伤、哦，我觉得要换一台。这台会比较简单吗？我怎么知道是你在打？我怎么知道？左一有机会吗？你在帮他转一边干嘛？什么意思？哎呀！我觉得差不多了吧。哇，怎么办？哎，会吐哎！你要确定真的会吐的？我不确定啊，可是看起来刚有吐啊。哦，啊、然后嘞？刚那个爪子提到后面去再丢掉，好猛哦！啊，临界点。哇，那个骗子在帮我把刚才那一爪放大，那个临界点，哇！我觉得我们还是回去打离石好。哇！好，我们这样打多少？不好说，我不敢算。五六千块吧。这个吃饱啊，这个就四千了。我只能说输烂了，真的输烂了。我们是要赶快跑回台北，所以等一下的车型二十，呸！
天文学二十也不过如此。我们等一下的车险都花掉了。那我们要流落街头，明天就会看到我在什么流落街头？台南火车站。没有，我觉得就是有难度啦，因为毕竟它是可以把一个全新的台子，你说非肉力，说不定我们应该还有机会。像这种台子，你就要去看它的拍速跟转抓，然后还有拉位置，要很会拉。所以就一般人不能轻易尝试，我已经帮你们试过了，应该下个月就看不到我拍 K bar 的影片了。那你要跟网友讲一下，我们回台南火车站哪里，要加给我们一些钱，让我们回台北。哪个玩在那边？对啊，有啊，我至少有洗衣球跟电风扇。然后嘞，我不会热死啊。去台南火车站吹。啊，对啊。好啦，以上就是实测给你们看。自己斟酌啊，没事不要挑战，有难度的，好不好？还是要自己去学一下，然后要量力而为。哦，要量力而为，不要那个袖珍打那个，你一定会被电的。快手手，对，他一样关注我的 YT、IG、抖音啊，还想看我去打什么？不要再叫我去打 K 吧，临时场哦，我回去临时场。OK， 好，下支影片见了，四千谁要收？好惨哦！好了，拜拜啦，拜拜。如果你也想成为下一位爆红创作者，请打开下方资讯栏连结，一起来投稿吧。